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啊！今天这道题呢，它给一个角度是30度的三角形。好，这边是这个 A 啊，那这边是这个 C，这里是 B。那今天呢，这边的长度是一加根号三，好，那这边是这个二，想要求 C 的大小。这里你可以利用余弦先把 BC 算出来，但是呢，我建议是吧？你其实呢，可以先做个高，因为余弦的本质也是做高。今天如果有这个30度，我做的高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二等于做的高下来，这边变根号三，这里是一，这里是一，好，那一跟一呢，这边也是根号二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快速解出来。这个是这个45度，好，那这个是根号二，好，所以这题的话，你用余弦当然可以，但是你还有这个根号三长度，反而余弦定理不好做，所以呢，回到余弦的本质，就是利用做高来解题。